他是一个金融企业家，所以呢，他具有悟性、眼光、胆量、智慧这些特质。是不是就是说要打破一定的思维定式，树立正确的这个思维观念，是致富的是首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是这个意思？看样子你是领会了，对，因为真正的致富是在于一种观念，就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在思维方式上跟市场，对吧，跟社会很接近的时候，你就有离财富越来越近。所以实际上呢，你像我们巴菲特呢，他主要是一个是资本，一个是他的观念思维方式，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我们讲最大的财富，最伟大的这个财富就是思想。可能是这样子的，我理解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想，可能就离财富越来越近，但是如果您换一种想法呢，可能就有可能离财富越来越远。所以呢，这有可能是一种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的问题。对啊，像这种情况呢，很难是说只可意会啊，不可言传，就有点像我们这个中国这个禅宗讲坐禅的，你要是一旦悟到了，那个就是仙风道骨，终入化境那样一种感觉。看菩提就不再是树，观明镜也本无台，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但如果你一旦悟出来的话呢？是，如果您参不透的话，就只能望禅心态。就像如果您不明白致富的道理呢，就只能这个望财富而心态，是这意思吗？对，把致富呢看成这种渴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对，很多人他就是说这样子，发谁？你说大家谁想不想致富？想不想发财？我想，你想，我相信在大家都想，也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呢，怎么样的致富？是不是光想就可以？只有梦想是不够的，我相信呢，这个唐先生是一个把梦想已经变为现实的人，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愿意把这个致富这样一个魔术箱里边的秘密跟大家分享，对吗，唐先生？对，唐先生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致富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说是比较实质，大家呢一定要洗耳恭听，机会非常难得。其实呢，我在讲怎么样致富的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致富呢是靠你的观念，靠你的智慧，看你在这个富的这个方面的学问有多少，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你像在北美这个地方，其实上呢有很多很多的好的途径，但是跟我们全球的途径呢是跟我们在国内啊学的做的是相差很远，而我们呢往往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到新的这个地方呢去找致富的途径啊，所以就非常的艰难。我呢，大家知道我们讲巴菲特财富之路，讲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实际上很多人就讲你这个天方夜谭是吹牛，其实呢一点都不吹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做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在于你做投资的回报有多少。如果你在任何人你能够做到10%的回报，你肯定是 billionaire。 对，连续的稳定的回报，连续稳定的回报。如果你做到24%的回报，就是发财这种水平，那就是世界上最富的。我们呢就是说了，那叫我们的方法了，这连续2-3年已经是每个礼拜1%的回报，每个星期大概有1%的回报，这个听起来蛮可观。所以很多人不相信，但是呢相信的人呢，我们这些在座的很多，但是呢他们也得到很丰富的回报。所以如果有3%多的回报呢，只要时间够，就一定会成为最富有的。还有一个最富有成为大家富有的办法呢，就是帮大家致富。如果我能够帮在座的每一个人富，那我肯定是最富的。非常感谢唐先生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我也是特别的爱听走共同致富的道路。
这个其实唐先生写了一本书啊，叫《中国的巴菲特之路》，对吧？我呢就借这次机会呢，连夜拜读了您的大作，感到受益匪浅。那其中呢，我看到有一个概念，我觉得需要您做进一步的阐释。就是我在书中看到一个名词叫做“金融企业家”，我觉得这个词很有点意思。您能不能这个？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呢，有金融家，有企业家，当然也包括有艺术家。但是“金融企业家”这个词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新鲜的词，第一次听说。看这个刘云，你们读书还是蛮仔细的啊。就是金融企业家呢，就是大家确实是一个新的名词，但是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金融企业家，那你就事倍功半，可以这么说。如果有的金融企业家，那每个人呢，做起事来就要好很多。我呢，什么是金融企业家？金融企业家就是用资本，用思想观念，刚才讲了，就是 idea， 就是盈利的这个企业家，就简单了啊。用这个思想来把这个金融作为一个企业来做，就这样一个金融企业家，这样吧。金融企业家呢，就相当于，因为你在一般的人呢，我们有很多金融专家，有很多搞金融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人士，但是一个优秀的金融企业家，是对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这个呢，我想起我以前呢看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中国的传统的童话，说呢有三个牧童在。唐先生，这正是我下一个问题。我知道您个人来讲对这个文学艺术都很有兴趣啊。我在想啊，您赞助我们这台这个大年三十这台晚会，除了出于对故乡的感情。除了出于对这个多伦多的华人文化生活的这个关心之外，您作为一个金融企业家，是不是还有更深一层的想法？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什么呢？这个按理说，我一直在就是作为一个金融企业家，我发现文化艺术这个领域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个快乐以外，就是精神财富，同时也是物质财富的一个很大一个部分，就是。